剧的方面吼，唔是家己一个拍拍咩啊，直直唱直直讲，不好看，一定要有团队。啊，团队是谁呢？演的方面当然真的是我的团队，我对伊拢偌好个呢，我拢足巴结伊个呢，我足惊伊甲阮受气个呢。所以我因我若还袂食，我爱先叫因紧食，我惊等下唔甲我演呐。哎呦，足不巧。啊，若唔甲我演，我家己一个演无路咯。所以我对我的团员嘛拢足巴结个，因为呐，我无演，我家己嘛无在条演。所以呢，一个戏剧一定要靠大家的功劳。大家的合作，所以呢，即摆你看社会即个企业嘛，同款，一定爱一个团队，啊，再当做一个企业，弄得有声有色安尼。所以呢，即个功劳并不是我一个的，讲也是我有一个真好的团队，啊，我一个真好的编剧，啊，我有几下个真好的导演，吼，啊，我一个好的环境。啊，我早顶几年在办过，所以呢，我说歌仔戏呢是我一生中的恩灵呐，恩呐，歌仔戏这三个字是我的恩，所以呢，我有生之年我替歌戏啊，不是干呐，我家己演，别人咧演我嘛敢管，只要我啊帮助得到的，我能量做得到的，对下一辈也好，对我的前辈也好。我都抱着感恩的心，哎，当然啦，出一份力，啊，所以呢，我即马可能吼，高文戴安吼，有伫即个台湾即个台中吼，当导一方面，可能会用一个戏剧馆，啊，为什么用这个戏剧馆呢？咱一般像恁去台湾都爱有时有阵才当看到歌戏嘛，对不？像去年杨丽花小姐在公演，咱新加坡做最。组团去看，啊，足客满的，但不过伊一年到一摆，有当几啊年到一摆，哦，无你无当年去拢看会到嘛。那么呢，很可惜，包括我们台湾人也很多人，真向往看歌歌戏，不过一年嘛无几遍，啊，当下在那演，伊嘛无多有缘当去看，对不？啊，可能我们因为在那个南投那边呢，弄了一个戏剧馆，哦。啊，就每天拢有咧演，啊，礼拜拜六看是要加加一场安尼，啊，剩咧拢有咧演，包括咱远道的、国外的，只要闹来到台湾，不管是伫当安排来看歌戏，当然这内面唔是干呐，因为我咧演，也请咧演，嘛足侪人，大家拢会使去演，吼、哦。所以你若要去的时阵，不管是恁在当咧看到咱台湾的本土文化歌戏，啊，所以这个歌戏呢，唔是讲。我咧演才是歌戏呢，我咧下一辈咧演迄嘛是歌戏呀，所以咱大家唔通袂记讲，歌戏是咱中国人的文化，尤其是伫台湾，是阮台湾的土生土长。啊，刚才拄只，刚才有一个师兄伫咧问我讲，这个歌戏吼，是福建那边传过恁台湾了，其实不是，是真正台湾基人。三星出来的歌戏，吼、哦、啊，福建那边有是拢为咱台湾东西两岸啊，搁有咧交流的时阵有无？有真侪人去遐演的吼，从那断绝来往了后，这人无回来，无回来台湾，从那留伫福建那边，尤其厦门、漳州，从那干嘛我教歌戏，所以呢，大陆南海这边、厦门这一带。漳州有歌戏，拢是台湾人伫遐传落来，所以因唱的即马，甲阮咧唱的吼，有些也不一定都一样，有诶有当啊，迄个腔口啦、歌戏调，因拢有搁改变过。啊，歌戏讲个咱一百多年尔嘛，其实还很幼，你知道这歌仔戏，仔就是很幼苗嘛，对不对？孩子的子，歌仔戏。啊，即摆拢讲这歌仔戏，其实那个时候叫。港仔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很还很小，还可以有成长的空间呐、啊。所以才做拍通年尔，所以我希望讲爱好歌的朋友啊，当然啦，唔是干呐，阮咧演的人爱努力呢，恁看的人嘛爱努力呢，有咧演无观众嘛演无路了，所以观众嘛爱栽培呢，所以呢下一代若咧讲歌的，恁就讲爱看。嘿，嘛爱培养啊，看歌也嘛爱培养，啊，阮演的人嘛爱培养，有演无看，嘛无法当成立，吼、哦，啊，
看的人，无咧演的人也没有用，所以这个互相都要培养。那么演的这方面，我来努力，看的方面由你去努力，安好无？好，大家互相进来吼，进来努力。是是，好。阿姐，你安尼几啊年前飞到台湾，你来是讲几句话话咧？来，我讲个歹势。啊，我人新加坡86年到你这个，去台湾好办。去坐你啊？你啊？啊，一摆坐无，第二摆90年，93、96，你坐夜念念红尘话。啊，对对对。坐夜夜叫夜夜，等他五年。啊。对，高等的，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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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对对对，哦，哇，那你做东西的咯，哦，就是咯，哈，做东西，就是能放两年，我就当去磨病行，磨病去走。啊，即马嘞有较好无？有啊，做较好啦。行路一万人对朋友会去谈话的，行。后生下来讲着，哎，来我朋友问我，啊，你也不想要去啊？我不去啦。啊，唔知就袂，知我就爱来。嘿呀，再无来看到，因为我过袂去哦。嘿呀，谢谢啦，谢谢，谢谢老大姐。啊，我叫你大姐是应该的啦，哦。我已经做阿嬷，做阿太嬷都来做咯。阿嬷讲做阿嬷的代志。啊，无咧，我无感觉咧，无啊，我也讲无感觉啦。老老。嗯。来，阿嬷请坐。到后台的时候才发现那个小扇是男的，所以呢有一句话说，啊，我累开完了，但怎样小段是男的，很早以前了，很早以前。那然后后来呢，因为歌仔戏呢，你看他一些身段都是学那些北管南管的二来，哦，啊，国外也中间呢，因为歌仔吼，诶，较封建。台湾也是蛮封建的，男女不能说，那么谈情说爱。你哪小姐用查甫的，啊小段在用查某的，这样演起来觉得会怪怪的。所以呢，开始有歌的时阵呢，就来用查某来去做男星，来去做查做小星就对啦，哈。再形成那个全班都是女孩子，啊都是女孩子，你们看表演的时候才会感觉怪怪。嘿，啊，才开始有查甫小生，哎，查甫小生来做小生的，查某做小生的对啦，嘿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100多年来呢，据我所懂的啦，吼，啊，我爸爸、我妈妈遐呢，开始，我爸爸在的话，大概有90几岁了，97岁了，那么呢，啊，在国外一跟他一百多年嘛，所以我爸爸参与这个歌仔戏已经也很早的时候，啊，伊出来就是讲。但诶，规团拢是查某在做，拢不甲半个查甫的哦。到后来慢慢，才有一些男众加入这个歌戏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呢，小生还阁是保持查某的做的，就一寡老生啦，还有跳啊啦，啊，才有查甫的安尼，是这样子。所以呢，结婚的要的就是拢查某的做小生，由来是这样子的。